我今天呢来拆一个包裹，然后不是圣诞节要到了嘛，有一个朋友给我寄了一个礼物，当然我也给他寄了。这个朋友是谁呢？这个朋友就是不学无术。然后我悄悄跟你们说啊，就是，然后前几天他给我截了一个那个物流的截图，告诉我这个快递到哪儿了，提醒我去收的时候，然后呢他那个截图上面不小心暴露了这个礼物是什么，然后呢我又得装作我不知道的样子，然后就是，所以等会儿我就假装的这个惊喜一下了。而且那个昨天他给我发微信，然后说让我在视频里得夸他品味好啊什么什么的。哇，我真是好开心哦，收到这个包裹，我现在真是一点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这种惊喜感真的哇哦。看起来像是书，但是看起来又不是，我怎么会不知道是什么呢？哒当，哇哦哇哦，小房子哎。大概是那种就是我可以自己拼的。我天哪，什么东西，你们看看这个，我的妈呀，天哪，简直强迫症，我简直是，我只是尽量夸，弹幕也夸一下吧，这个礼物多好，是不是，它就是一个装饰的，把我的桌子搞得这么脏。好了，我的好话说完了，你们自己评判这个礼物好坏吧。朋友们，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现在徒手建一个房子出来，我这日语我又看不懂，你说说。不过这个礼物还真的是很好呢，真好。然后他现在这个上面写着我还得贴壁纸，我得贴壁纸，我这是不是组装完了我都开一个装修队了啊？我拼了半天，哎呦，拼了一个，哎呦，这个东西出来。他送的这个礼物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能这个帮我练习我的情绪管理，对吧？深呼吸，深呼吸啊！不要打人啊！莫生气，莫生气，别人生气我不气。碰到了一点麻烦，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想掐死送个礼物的这个人。为什么我做的这个跟教程上面这个一点也不一样呢？就小房子还真是有模有样的，我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硬汉呀，哈哈哈。
今天呢就是来国贸这边办一点事情，然后现在办完之后，我打算找一个地方，稍微的那个工作一会儿，因为我这最近挺忙的，然后所以手头这些事儿有的时候有点感觉要做不完了，所以得抓紧一点时间，然后找一个地方待一会儿。我还想找一个人稍微少点的地方，不过这边其实人都不是特别少。现在呢，我已经结束工作了，真是效率特别的高。现在我打算去看一下电影。我那个本来想去买奶茶喝来的，但是时间有点不够了。我不要看电影嘛，所以我就直接买了一个饮料，然后现在我去看电影去。突然想到我这个视频好像就是没有一个结尾，所以呢我就现在来录一个结尾，然后正好我有一些想跟大家说的话。那听到我的嗓音哑了是因为我这几天感冒然后再加上上课有一点用嗓过度所以就哑了，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这个视频呢会是我2018年的最后一个视频了。其实说实话我挺不舍得这一年过去的，因为就是这一年对我来说其实意义挺特殊的吧，就是因为我在 B 站然后开始做视频，我其实是2018年的1月份吧，就是今年的1月份然后开始做的，等于说马上其实就满一年了。觉得这一年对我来说就是还是特别神奇的一年吧，就是开始做视频吧，所以也认识了好多UP 主，然后也成为了朋友，然后呢也是收获了好多好多的粉丝朋友们，然后其实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你们，我觉得大家其实真的都是天使，就是不论我什么时候比如说不太开心啊，或者在微博上面不管生病也好或者是心情的问题也好，然后都能收到大家很多的反馈，然后很多的安慰，所以我觉得我真的特别开心，然后我真的想说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我的朋友们，就是虽然你们有的时候发的这个弹幕让我有一点哭笑不得以外，其他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棒的，所以呢我在这也特别感谢就是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吧。然后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我，就是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想可能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所以他的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会吸引到别人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喜欢我也就是喜欢我可能有一些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在新的一年吧，然后我也特别希望我能就是拍更多的视频，然后呢拍更好的视频就是给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硬汉。但是呢我其实就是一直觉得有一个点对大家挺愧疚的，就是其实原来我粉丝还稍微少一点的时候，我基本上每一条私信然后每一条就是评论其实都回但是后来私信太多评论太多的时候我实在是回不过来了，然后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吧，其实这一点我一直就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然后最后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能够一切顺利，然后每天开心如果有不顺利不开心的时候呢就可以来看一看我的视频也许你就开心跟快乐了，所以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了，2019年快乐，拜拜。